隔三零路上立跑，在新娘潭路失事，连冚两棵树，再冲落八米深的山坡。车入边两个人被困，33岁的男乘客被救出的时候满面鲜血，身受重伤。至于20岁的男司机昏迷，经抢救之后最终不治。隔路笋冲落山坡之后，成架车反转，全车严重损毁，泵把、车胎等零件散落一地。在星期四凌晨3点几，那架立跑沿新娘潭路向大埔方向行驶，去到美湖路一个右弯位的时候失控撞驳，再猛撼路边两棵树之后冲落山坡。同行坐另一架车的三名车友见他们迟迟未到，揸车回去看看，发现他们出了事，于是报警，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。年仅20岁的死者凌卓威在朋友眼中是开心果及暖男，成日都会探朋友开心。他出事之后，朋友都在 Facebook 度留言悼念。去到傍晚，10多名死者的男女友人带同祭品到场路祭。 OV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